老板非常欢迎。你带师傅了，老板。来，今儿我吃两根嘛，两根。两根。来，两根。这是肥肠吧？这是儿肠吧？这是儿肠，这是肥肠。我肥肠。好的。今天是我创新菜。好的。哦。二斤多两千，六十多块钱，六十多。好，要的。六六六，六六六。八斤不？啊？八斤不？八斤。还打的政府？有啥？要出牌了。66.6元。你好，有牛肉？有。啊，牛肉。我是。二十五个。拿这个嘛，拿这个。37。来的。两根葱花。对。老葱。加面粉儿，别醋，芒斯该弱一下。最近有人留言说我好久没出新菜了哈，那是我偷懒了哈。今天就这个肥肠和牛肉哈，碰撞一个我这个新菜啊。具体啥子菜没取名字，你们取。再来第二遍啊，菜油、大葱，这就是洗肥肠的第二种方法。弄个洗出来的肥肠啊，滴点怪味都没得。再翻过来，失去多余的肥油，不要撕干净很的哈，撕干净很的就吃个寂寞。洗干净放到高压锅。准备点小料，我打屏幕上了。料酒、清水，上起后要十分钟，一分为二，一道纹络切成厚厚的薄片，给点盐巴、葱姜水，不停的搅动，让牛肉吸饱水分，吃起来嫩滑。再放点红薯淀粉，锁住水分。最后放点生菜油。避免粘连，要好的肥肠改成球球，辅料切点葱姜蒜可火，花椒、海椒、烧油，下入料头爆香，下入肥肠，来点豆瓣儿、料酒，加入清水，调味鸡精、盐巴，一点生抽，开锅后转小火下入牛肉，下锅后不要动它，避免这个混汤。水开了上50毫克了，轻轻搅动哈，压到了起锅，蒜末、干海椒、焦油、葱花收尾。就这个啥子菜，我后几天评论里面有个小红心就会给嘛 ，Thank you， 记得取名字哦。来呀，我请了。要得很啊！先做牛肉嘛，那牛肉有点筋，有些人咬不动。咋不啦？先跑了。咋不啦嘛？对。嫩啊，滑啊，就是这个干嚼。你们还有好东西啊？还有肥肠。哎呀，肥肠弄饱了，加十来分钟，来一碗，坐等。等着烤啊。肥肠给点嘛，牛肉给点啊。你是吧？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小付老师的朋友们，我们拜了个拜。